有和赵寅成出席在首尔举行的2016国税局宣传大使委任仪式。这天他们一出现，立刻获得热烈欢呼。崔智友及赵寅成，寅成是纳税被评为模范纳税人，并且受邀担任今年的国税局宣传大使。他们也分别上台，简单发表了心得。你好，崔友，崔总，你好。사실되게딱딱할딱한분위기가아닐까이렇게평결을가졌었는데그렇지않은경우좀되네요음악도잘들었고요이런따뜻한기운을잘전달할수있는그런홍보대사가될수있도록노력하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네안녕하세요신수입니다이렇게격하게반겨주셔서일단너무감사드리고요올해가국세청이개청한지50주년이라고들었습니다이렇게뜻깊은해에모범납세자로서그리고국세청홍보대사가돼서정말기쁘게생각합니다